唔係所有石都砌得啱嘅，你每一個位咧又要試個石啱唔啱位啊？呢嚿石出呢嚿落去咧就夠唔夠實啦？以為可能一忽仔，整整原來越嚟越大忽，跟住你發現咧，你好佩服以前啲人，哇！即係點砌法？因為啲石我哋都可能幾噸嘅都唔知點搬嘅。唔單止係梯田啊，佢哋仲藏咗好多咧地下水道嘅，係一種以前香港叫做原居民一種耕作模式歷史嚟嘅。而家香港你再揾，其實我都唔會咁多地方揾得到。啲小朋友個肺，哇！點解條河原來可以喺條個石牆砌條河出嚟？會俾佢多啲了解香港另外有一個農業文化。